大家好，我来自新疆，我叫陈玉华，我今年50岁了，我也是身体不好嘛，然后那个好姐妹就介绍我了一款产品叫清气片，脑裂健，然后还有这个 NMN，还有咱们这个藻蓝益生菌，我呢是从9月份才开始吃的，每天早上都按时吃。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这个清气片啊，真的很不错，效果。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感觉我的那个，肺部的那个结节和那个毛血管扩张都有所改善，肺部没有以前那么闷那么胀，然后痰嘛，早上起来吐的也挺好的，我一直在坚持啊，这个脑力健嘛也挺好。这个年龄的人比较记性不太好，然后完了以后嘛，他就每天就是丢三落四的，啥也想不起来。吃了有3个多月，可能有个快4个月了吧，然后就感觉记性恢复了，比以前好多了。还有咱这个 NMN，我是早上舌下含服，中午累的时候我也是舌下含服，因为我是干传统行业的，每天比较辛苦，就是。待到店里哪也去不了，就是特别累，就是每天含着，效果也好。还有咱们这个益生菌啊，它好在哪呢？它就是好在我们早上空腹一袋，晚上空腹一袋，有便秘啊，明天早上起来以后，便秘效果也相当不错，接受也特别利索。人嘛，到了这个年龄了，就真的说实话，要好好爱惜自己，保养自己，毕竟这个年龄。也是疾病都来侵袭你的身体。如果没有好身体哦，我们就很难干好每一件事，也没那个精力去干。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吃它，就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一天变得更健康，能有精力去挣更多的钱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让自己的家人也跟着我受益。所以我就一直在吃这个，现在呢也让女儿在喝这个益生菌，效果也真的很好，女儿也愿意喝，还有这个益生菌，这个清气片，也让孩子在吃，孩子也觉得效果挺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就说，自己健康了不说，还要让家人健康，这才是我在想要的生活，以后会让自己更健康、更美丽。